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二号。那我这部影片呢，就来抽这一次的新机手人际限定新机耳提哦。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八折券用一用吧，但是不要用完最好嘛。那就是在第一个10连看能不能带走吧。好，直接抽了，来吧。第一个十连，看一下能不能搞一个十连抽就带走，十连抽带走最好啦。好，OK， 你真假的？好，解体新书，解体新书，哦，奈雅，好 ，OK， 再一个十连，差点以为这个跳起来还蛮开心的，不过这个未获得玉少一啊，就减少一个名额，还不错。来挑一个吧，华格纳。好，再一个八折券哦，最后的波纹，抽完就要蹲这个下礼拜的圣诞阿法了。拜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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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个吧，明天还要打七代火。好吧，那。也这样吧，那主账的部分就先到这边吧。那我们去看下一个账号。好，再来呢，就来到我们的二号。那二号的部分一样，直接八折券，希望可以在把八折券用完前抽到这个新基尔提哦。拜托了，我真的想省宝珠啊，蛮想省一下宝珠的。拜托了，还是这是新春超售前的业障。好，没关系，一样继续，继续抽。哦，我有预感，就是这个十连，我非常有预感，就是这个十连了。相信，相信，这个加倍不会骗我的。天，第一天加倍就是这个新基尔提吗？等下就跳一颗蛋，然后跳出一个龙。哦吼哟，拜托了，跳！哇啊啊啊！啊啊怎么这样啊？这个龟蝶啊、波拉里斯啊、杰克、安娜塔西亚还有惠比兽，这个一月就会被踢掉了，就会被踢到那个属性季。对，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没有倒数第二次，因为12月30号还有个鸡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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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被特效拐了，没关系，没关系。而且还两个限定啊。我想要的是最新的龙啊，不是这个熊啊！我想要最新的龙啊！不要爆哦，哥巴拉吧，应该叫哥巴拉，最近说成化改。那我们这边呢，就补一个单抽，先买一下角色，先卖个角，卖一下角色。好，然后来抽一个单抽，看能不能海底捞月。来吧，就是这一颗非洲玉，我有预感，我有预感，或是这个单抽，好，兔子没关系，来，非洲玉哦，没有特效，拜托了，龙蛋吧，啊，刘备啊，最近才真那个兽神化改变派对咖。好，那我们再下一个账号的八折券。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的三号。那三号一样也是把八折券嘛用掉。好，来吧，看一下三号的表现怎么样。哦，我有预感，我有预感，就是这个十连了，就是这个十连了，信不信？来跳一下，跳，跳，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好，也行，天魔九、萨托利，三只，哎，这样，啊，不是这样的吧？不是这样的吧？啊，还蛮开心的啦，这样四只萨托利，这样四只萨托利，啊，好，好，好。
拜托了，拜托了，给我那个啊，龙兽啊，水龙啊，拜托啦！这好像其实蛮欧洲的啊，但怪怪的啊，怪怪的。好，再一个八折券，有没有啊？有，哦，没事，这个是往右转。那个萨托利有点吓到我了。看来萨托利把这个业障都吸的差不多了。好，没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三张八折券可以用。我们还有三张八折券。好，去四号吧。好，最后呢，就来到四号嘛。四号的部分，我们就先一个单抽吧。先一个自信单抽，说不定就可以省下这么多颗的这个宝珠嘛。可以省35颗啊，对不对？好，自信单抽、哦。好，这个应该四星。OK， 好，来到非洲月的部分。有没有？八折券。加百列，哦，有哦有哦有哦，一定会出哦，感觉到了，就是这一波了，跳起来，好，没魔力 ，new， 不亏，不亏不亏不亏，再一个，就是这一刻，就是这一刻，就是这一刻，好好好，啊，他还给我累个，他还给我累个。他还累个了一下，阿内姆丢，好，再来吧，刚刚累个了，那我们这边呢就是继续第20连抽，拜托了，给个水龙吧，星期二题，我想要酷酷的龙啊，拜托了拜托了，这么快吗？哦哟，不是这样的啦。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再来吧。等，我只是要一个，二连，就这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很有感觉，非常有感觉。拜托啦，不要再歪了，拜托啦，跳一下。不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好，再一个实验。蛮其实萨托利狂出萨托利狂出我九月抽萨托利都没出这么多怎么会这样呢？拜托了啦，太累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感觉渐渐有抽那个新春超兽的感觉，大概到时候新年应该就是这样抽吧。这个抽到就是一个生无可恋，就是各种歪，各种歪，这个提前感受新春超兽的这个气氛。哦哟，哦哟，为什么？哦哟，为什么？为什么？这不对啊！啊呢？啊呢？怎么会这样？怎么都歪成这样？来，再一个吧，再一个十连，凑一个非洲玉啊！我霸塔还没打，霸塔还没打，宝珠还那个书库还很多，书库还很多可以挖，来吧，就是第二颗非洲月，自选来，
OK， 好 ，OK， 接下来呢就是主委加码时间。欸，原则上大部分人啦，就是把八折券用掉，不过没抽到，我基本上来说第一时间抽一下。好，就看吧，看能不能把这个水龙抽掉。主账应该最多再补到非洲玉吧，然后就看其他的账号去再做决定。谢谢，就是要主委加码，就是一定要把八折券全部用掉，它才会出。好，谢谢，非常谢谢。我们移一下画面啊，谢谢。反正至少有出，至少有出，而且我们中间也歪到非常多限定，这波不亏，这波不亏。不过它的兽神画居然是一颗龙蛋，我其实还蛮酷的。哎，我们抽一只就先收手，我不敢再追第二只了。我觉得再追第二只，我的圣诞阿法跟青春就要爆炸了。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星际耳提的抽蛋影片哦。那也祝各位有抽的都欧洲。那明天期待火红，我们在直播间吧。谢谢大家，拜拜。